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2021 TOTA RAV4 是 TOTA 旗下的中大型 SUV， 那在市场上能见度跟市场的接受度都非常的高。那它前方有 LED 日行灯以及 LED 头灯，前保杆上有前车雷达。那这个是蛮特别的蓝色，跟刚刚的718 Buster 的颜色是一样的。那在718的命名上是青沙蓝，那 RAV4 的蓝色的名字我就不清楚了。TOTA RAV4 后方有这个字样，排气管配置是双边单出，后保杆上有倒车雷达跟 LED 尾灯，上方有旅行式支架。那它的支架是黑色的，很特别的，是个好更正。它这边有明钥匙启闭车门锁，盲点侦测。我们看一下后座的内装气氛，2021的目前还在新车保护中，全车如新。后座出风口以及下方有充电座，顶棚也非常干净，没有奇怪的脏污，皮椅的部分也没有破损跟过度使用的痕迹。记忆电动座椅，那前座跟前座车门的气氛都完整无新。这边有自动远光灯跟电动尾门，还有360度环境系统。里程数的话是0397，我更正是40937。原厂保养，感应式车后灯，音响快播键。跟车跟车道偏移，还有定速、感应式雨刷跟 IT， 还有支援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， 然后有导航系统、倒车影像、环境影像、双驱虹吸系统、双驱虹吸系统，有电热椅。这边有个置物的空间，这边有驾驶模式的切换跟电子手刹车，这边有倒车影像，这边后座的一个影像录影，前座有 A 柱有安全气囊。2021的 RAV4 跑40000，原厂保养，里程保证，目前也还在新车保固中，有兴趣的请把握，全车如新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